总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。大哥，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？快了快了快了，忙完这一点，忙完这一点。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？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。我的美丽，你说你受到了不公平，可是当然的生活差不多，要走的路刚好有不同，心又被什么莫名其妙的过，想去看看世界的另一边，可是现在没钱没时间，往后要拿钱换时间，现在要拿时间换钱，为什么这世界如此的悲观，眼睛看到的只有黑暗，18年都被女孩喜欢，这种冲却相当极端，刚才好钱求谁又吵架，有没有朋友们讽刺的想法，幻想总被现实给绑架，小夜猫却只有刹那那，时间总不给我机会，也怪我追不了机会，人故事也当不了主角，做的决定也太过愚昧，还好没人看见我失态，我的人生从此的失败，只是这世界变化太快，我被排除在节奏之外。